我的名字叫日月木老，这位是我的秘书，也就是我老婆阿成，准确讲应该称呼他为大少奶奶。当年他非我追了一条街，费尽心机一味的追求了。我跟他讲要花得多一份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，再给我装逼，以后你可别脱衣服。我跟他讲，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很享受的话，我很爱你。